子栋、大斌，这两天谢谢你们照顾我，我的烧已经全退了。好，谢谢。你什么玩意儿？都是自己家人啊！还要跟你离，跟你才离呢。我跟你说，小严，以后有事你就吱声就完了啊。好，大娘，感冒了。我发烧39度呢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哎呀，都是包啊，哎呀，现在退烧了。你别闹了，我说的是真的，不信你摸摸我头，可烫了，你摸摸。呀，阿丽真是烧得好厉害，你别担心啊，上次给我退烧药还有，我去给你拿啊。好。呀，阿丽真有病了。我不是吗？我没骗你们，丹宁。我现在最需要的就是关心和照顾。哎呀，子栋啊，大兵啊，嗯，那就赶紧吧，咱把阿丽抬回卧室休息休息吧，啊，是不是？完了，来，哎呀，不，子栋，你这我真病了，你别那么粗鲁，干什么干什么？哎，快快快快快！干什么你啊？那个阿丽啊，现在那个这阵流感挺严重的，你就在屋里好好休息吧啊，我们决定把你隔离了。来。阿丽啊，好好休息吧啊！好了，下个礼拜见。妈呀，我要是个吃了。